作品第六段，明差亲近方便啊，说明差土的亲近与方便。请看经文：二是普贤菩萨，佛告大众也，诸佛子，应知世界海。” 由世界海微尘素清净方便海，啊！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跟我们说的很多，啊，清净方便呢，也是就近刹。 二叔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是菩萨净土啊、嗯。但是菩萨净土可以说是纯净的。啊，这个跟我们这个世间比较上来讲啊，它是纯净。 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净土呢？啊，可以说，从比较方面来讲呢，啊，当然有。啊，像现在这个这个整个世界上，都知道环境。 被严重的污染啊，而澳洲、纽西兰这个地区，可以说已经被许许多多人们肯定，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的净土。 那么这个地区有没有污染呢？当然也有，但是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呢，这个地方的污染轻，这个地方污染的少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称它这是地球上的净土。六万里面。 三卧道染污严重，三善道呢染污就比较轻。啊，轻的则是净土，严重的这就是绘土。所以，若从比较上来看呢，啊，那这个层次就非常之多。 也很复杂。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注得非常好。啊，他说，如果是就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知道佛菩萨。 硬化在世间了啊！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曾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过啊！这是以佛的身份出现啊！正是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。 因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那么佛菩萨现其他的身份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很多。啊，决定不值，一处也不是值。 一次，啊，尤其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读到：“祝福如来，啊，声闻菩萨都有大慈悲心呐、啊。哪个地方众生有苦难，他一定呢，就到那个地方去演化。受苦受难的人多。” 他去的次数一定多，啊，硬化一定很频繁、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、啊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，啊，但是这些人出现在世间呢，他不会披露身份，啊。 有很少数啊，他的身份暴露了，那有特别的因缘，我们要能够理解没有特殊的因缘是不会暴露身份。 那么他们到底是住净土，还是跟我们一样啊，住秽土呢？清凉大师说，他们住净土。啊，虽然跟我们在一起湖光同尘，他心地清净，决定不受染著。 啊，要是以《金刚经》的标准来说，他肯定是不会做四相，也不会有世界。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；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他怎么会被污染呢？他不被污染呢，他就是住净土。 净土跟秽土，同时的，同时同处啊，但是它并不妨碍啊，所以圣心硬化在这我们世间呢，我们晓得他住净土啊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啊，佛在经常常讲啊。 心静则佛土静啊！这些硬化来的人，他们心清净啊！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心不清净呐啊！我们常常就最严重的。 极其明显的给同学们提示：啊，自私自利，这不清净的。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他当然住秽土，他不会住净土啊，心里面还染着明文利呀、啊。 啊，还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还会骑贪嗔痴慢，这样的人，他所感的生活环境、居住差土，当然是会土。 佛菩萨视现在人间，生活好像跟我们一样，而实际呢不一样、啊。实际他心里头一丝毫都不执住。啊，但是有时候啊，我们看他好像他也执着。 啊，有某些之处，跟我们凡夫好像没有两样。我们误会了，我们没有智慧，不知道啊，他那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 啊，就像永嘉大师讲的，“分别亦非易也、啊”，哎，他也有分别，他也有执着，啊，好像呢，他也有贪嗔痴，我们误以为他是反复，误以为他不清净，啊，哪里知道啊，他所用的那全是方法。 度化众生的方法，戒引众生的方法啊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巧方便呐、啊。人家的心清净呐，啊,啊，凡夫自己没有智慧，啊，自以为聪明，啊，对于诸佛菩萨应化产生。 种种误会，错过了无比殊胜的因缘啊！这叫什么呢？经论里面常讲的业障现前。 啊，可怜明者！啊，这个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，完全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给教给你没有用，你不会接受。 啊，你这一生不能得度，业障太重，啊，这一生给你种善根，啊，来生来世，啊，你再遇到缘，啊，你这些疑惑没有了，啊，疑惑没有了，大善根呐、啊。 要知道，诸佛菩萨，这是讲的教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。你想到那个众，他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众多的人呢，众多的人，善根福德个个不相同，啊，他要能能令一切众生都得佛法利益，这谈何容易啊！ 这个是真实智慧，啊，高度的善巧方便，啊，我们现在人讲的艺术，高度艺术。那么说到净，啊，此地着重在清净。 清凉大师在《苏抄》里面说的很多啊，我们不能够完全介绍。诸位想多知道一些的，你要去读《苏抄》，啊，去看好论。 我们在讲习里面，只能把重要的给诸位略略的提示。啊，有两种，啊，一种是间尽，另外一种初世间尽。啊，世间这是讲六道轮回呀。 六道里面的佛在经上讲：“世间尽利与会啊，以六行为方便，以二界为净土。” 啊，这讲六道。啊，六道里面有六行为方便。啊，这个六行是什么呢？进。妙离。 你心里头啊，羡慕、啊，向往啊！这个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普通人喜欢热闹啊，啊，真正修道的人喜欢清净，啊，不喜欢呢热闹繁华，他不喜欢这个，所以。 他居住的地方都在山里，啊，隐居一般普通人呢不到的地方。古时候，寺院丛林都建立在深山里面的，啊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人迹罕至啊，他喜欢那个环境。 幽静的啊，欢喜，玄妙啊，欢喜利益，立一切杂然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。 他欢喜放下，他真正能够放得下啊！妙，就经典面里面来讲，妙是指法了啊，欢喜妙法了。 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，都是妙法啊！喜欢圣贤的教诲啊！那么，这个是他的志趣啊，他爱好。 这是三种，另外三种呢？它能够咽气、苦、粗、胀啊苦。 三苦八苦，他知道啊，他能够立苦啊啊，粗是对妙来说的，粗俗啊，他愿意。 原理粗俗啊！那么在佛法讲，是谓也，世间谓也粗俗啊，佛法微妙啊，世间法有障啊，处处成障。 六根接触，通通是障碍啊！这六种心就是方便啊，归纳起来，信业在净土中里面。 跟我们说的，要信极乐啊，这个信是爱好、祈求啊。我们欢喜爱好祈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要业力所婆。 这个是无上的信念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一生成佛了啊！世间人没有这个愿望啊！啊，世间人还是向往。 人天福报啊，那么你要希求天福，你必须把人间福报舍掉，你才能够享受天福啊！啊，这样聪明人多。 不在少数啊，但是他也有条件，什么条件读书明理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，他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他虽不能不能够知道，呃，很深很广，哎，他能知道一些啊，他对于。 这个现前啊，世间的五欲六尘之乐，他懂得啊。这个乐，你要想获得，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。仔细一想呢，得不偿失，所以他舍弃。啊，他过高层次的落。 高层次的路，清心寡欲啊，啊，那是真路啊！熄灭贪嗔痴，清修戒定慧呀、啊，这里头有真路啊！世间人他不懂啊。 所以说，世人能够修这种六种心，啊，性业六心，他生世间净土，啊，世间哪是净土呢？色界天是净土，无色界天是净土，六道里面的净土。啊，诸位同学要知道。 你要生色界天，你想想色界，色界天人没有欲望啊，没有欲受，这个欲是什么呢？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五欲啊！你要贪着五欲。 你肯定在御界，你修再大的福报，也是生欲界天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离开欲啊！什么时候啊？你把这个五欲断掉了，心里头确确实实不沾染了啊！四相可以有。 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嘛。心上有丝毫沾染，你是欲界众生呐。啊，谁知道你的功夫呢？自己知道啊，别人不会知道的。啊，别人是吧？ 只有境界比你高的，他知道；啊，境界跟你平等的，他也能知道；境界不如你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语不能不断呐、啊，断不能不净呐、啊，要断干净呐、啊。 你才能超凡入圣啊！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，世间法讲呢，你才能够超越欲界、声色界天呐、啊，于是然啊,啊，离开。 五欲六尘，你的染污就很轻微了。啊，上升到色界，啊，四禅十八层天，啊，六道里面的净土，啊，再上去呢，无色界四空天，那就更清净。 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相当不容易的功夫啊，四禅八定呐、啊，啊，你才能住世间净土啊。但是它不究竟啊，寿命到了的时候，还是要搞轮回啊，所以。 佛说的很清楚，但是并不劝人呢、啊、往生世间净土。佛劝人往生诸佛净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真经。啊，那是不会退转。 决定不会再退到六道搞轮回啊！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再讲初世间的净土，初世间净土也不是很单纯的。我们知道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。 多了啊！十法界里面要相比呢，那四圣法界是净土，色界、无色界都不是净土啊！啊，再往上去。 这个相比，那一真法界是净土，四圣法界还不是净土。啊，清凉在此地说的很好，出世间净土有两种，一种是出世，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呃，十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对。 六反，那就是出事了。阿罗汉居住的环境，那比人间清净啊！在什么地方呢？有很多。 佛菩萨，声闻缘觉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！哎，但是他住净土，我们住回土。啊，学佛的同学们，有许多人呐，都去拜过慈悲三昧水禅。 四悲三杯水掺，这个英莲是唐朝时候误打过失，啊，生了一个人面疮，啊，几乎啊要了命啊，啊，迦诺迦尊者，这是大阿罗汉救了他了。 这个故事我们不能再真相，将耽误很长的时间，啊，慈悲三昧水忏前面有详细说明，啊，他到四川去找这个尊者，啊，依照尊者指示他的方向。 方法，他找到了、啊、看到阿罗汉的净土啊！啊人民疮治好了，他离开了啊！离开之后，回头再一看呢，这个境界没有了，一片荒山。 跟法照禅师在五台山呢见到大圣朱灵寺，几乎是相同的。啊，真正说明我们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图。啊，凡圣虽然同居，凡见不到圣。 啊，圣知道凡，凡见不到圣。为什么呢？确确实实，它是不同维持空间。啊，只有真正有缘人得佛菩萨威神加持，啊，让你暂时把这个空间维持突破，你能够见到。 他的境界啊，真的是明啊！啊，不但这个地球上有圣人住在这里啊，还有许许多多鬼神也跟我们住在一起。 啊，我们也是不同维持的空间。啊，鬼神不知道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鬼神。啊，鬼神是凡夫啊。啊偶尔有特别的因缘啊，人给这些鬼神呢。 可以在很短暂时间，这个空间维持啊突破了啊，人跟鬼神呢可以交通了啊，这些事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很普遍的。 特别在现在这个乱世，好像这些灵媒呀，哪个地方啊都出现了来传递鬼神，有时候还传递天道，大概都是御界天啊，像这个四王天、桃李天。 啊，夜魔以上呢，就很少了，啊、很少听说，啊，死亡逃离、啊、很多，啊，鬼道，啊，畜生道，地狱道，啊，都有许多灵媒传递、啊。 学习另外还有一种在外国很流行的催眠，用催眠的这种方法，让接受催眠的人说出他过去时啊，在过去时我听说有一个人催眠能够啊说出他。 八十多世以前的事情，这个可以说是深度的催眠，啊，一世一世回过去，能够回到过去八十多世，啊，他在这八十多世当中，在六道里头，许许多多道他都曾经经历过，啊，经历过出生道。 经历过俄轨的，都能够把那个时候他生活的环境啊状况都能说出来。这些资料啊，在国外是已经相当丰富了啊。我们也非常希望能把这个东西翻成中文。 中国这一方面也很多，啊，也希望能翻成外国文，啊，让我们对这些讯息都了解，啊，对我们修学佛法了，能够增长信心，能够增长。 处理六道的这个愿望啊，那么这个讲出世间的啊，六道里头死神法界啊，是净土啊。第二种呢，讲出世间上上进 这个我们一听就明白了。出世间上上境，那是一真法界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超越十法界，那以什么为方便呢？有道理头，我们知道，这佛在经论上常讲，以。 无界设善，四无量心为方便呐、啊，啊，方是方法了，啊，变是变异啊，变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最合适的方法，啊，最巧妙、最适合的，就叫变。 如果我们不能够修上品十善，不能够修禅定，不能够修四无量心啊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，舍就是放下了，就是离呀啊，所以我们常讲呢，你要舍，无欲六尘的享受，要舍。 明文力呀，要学贪嗔痴慢啊，你才能生色界,无色界、无色界啊。学室放下。如果要生四圣法界，超越六道轮回。 那个要修九次地力，功夫就深了。啊，要修四弟，十二因缘、六波罗蜜。 啊，修四谛的，你能够其如阿罗汉的境界；修十二因缘的，你能够其如辟支佛的境界；修六度万恨的，你是全教菩萨境界。你所得的净土，啊，是四圣法界的净土。 没有出事法界，那出世间上上进这是讲法身菩萨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、啊，他以什么为方便呢？六度万恒。 啊，二十一界定会善许啊，六度万恨呢为方便啊，那么他的净土是一真法界、华藏世界啊，修弥陀净土的以什么为方便呢？ 以幸运行为方便、啊、幸运愿是个总纲领呐、啊，这个里头有细目啊，净宗学会成立啊，我们。 随顺佛陀教诲，啊，提出净宗修学的方便，啊，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五个科目啊，第一个敬业三福，啊，这是。 你想取得西方净土，基础的基础啊，决定不能缺少的条件。你要没有这个这个条件，你就决定不能完成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讲的。 首先要修这个啊，这里头一共三条，是一句啊，是我们真正的修净土的基础啊。第一条四句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。 修十善业，啊，我们有没有去做？有没有认真努力去做？啊，你要没有做到，这一生你求生弥陀净土，那非常渺茫啊！ 念佛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你有这个基础念佛那才行啊！啊，没有这个基础念佛不能往生啊！啊，再说念佛念什么呢？佛是觉的意思，念佛就是念觉。敬业三福是觉啊，不是迷啊！迷的人不孝父母啊，迷的人不敬老师啊。 觉悟的人哪有不孝父母、不敬老师的呢、啊？迷的人杀生吃肉啊，觉悟的人决定不干。啊,啊，迷的人造食物业，觉悟的人决定不会造十恶业。啊，念觉就是念佛，啊，佛者觉也。 第二条里面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前面两句你好懂，啊，实际上也不容不容易，啊，三规是规一规一正，规一啊，规是回头，一是依靠，从。 你显然回过头一觉真静，你真做到了吗？啊，形式三规不管用啊，要实质三规。啊，形式上我们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愿了，啊，愿意做佛的弟子，愿意依教奉行，随顺佛陀教诲。 敬业三福是基本的教条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啊，戒助持戒啊，具足众戒，众戒不多五戒五条啊，只要把。 五戒十善真正做到了，你肯定往生。哪有不往生道理？啊，那个不犯威仪也要重视啊！不犯威仪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跟诸位讲的形象啊，威仪是今天讲的形象啊。 我们的形象要好啊，啊，要能令社会大众跟我们接触，他赞叹三宝啊，赞叹三宝，他阿赖耶里头种善根呐、啊。如果我们形象不好，人家看到的时候啊，毁谤三宝。 轻慢三宝，他就有罪了。啊，他有罪，我们有过。啊，他为什么会造这个罪业呢？因为我的过失。啊，我的过失什么呢？我太随便了。啊，我对于我自己的形象啊疏忽了。 这个形象是属于礼呀，啊，我们穿的衣服，衣服叫礼服啊。阿、啊、难问是佛借胸襟，第一段就讲的很清楚啊，形象鲜明啊，我讲的很多、啊。 啊，确确实实要注重自己的形象。啊，在行注重形象里面，修集无量功德。啊，纵然你没有得清净心，啊，你没有定慧，你所修的。 不是功德，也是无量的福德啊！所以不能不重视形象啊！啊，第三条里面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呐、啊，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呐、啊。 读诵大臣。啊，对大臣经典常常读诵，常常听讲，深信因果。幕后一句劝进行者，劝进是帮助别人，常常劝别人学佛。 啊，要把自己修学的成绩端出来给人看呢、啊，人家才会相信啊！啊，学佛，学佛有什么好处？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那我这个样子不好，那就没话说了。那人家一看这个样子，哎呀，你学佛学成这个样子，算了，我不学了。 你要端出个好的样子来，让人家看到生欢喜，看到羡慕。啊，那是什么样子呢？通常讲的嘛，智慧、德能相好。啊，相随意心转呐、啊。啊，心好，相就好啊。啊，心慈悲，相就慈悲呀、啊。 啊，我们前前天在学校里，啊，看到这个和平中心创始人一个老教授，那个相貌就是佛菩萨的相貌啊，非常慈祥。 啊，这个老教授已经退休了，以前我没见过。啊，这一次学校为我设了一个午宴，他来参加了。啊，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！这个中心是他建议来成就的。 啊，那么他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，啊，这个大学都是在提倡啊，促进和平，消弭冲突。啊，那个人的心呢、啊，心的这个相不一样，思、啊、想。啊，健康长寿，啊，你看他年岁虽然大。 啊，头发胡须全都白了，啊，精神饱满，啊，自自然然叫人看到这个形象，心里头就服了、啊，就知道他的思想，他的言论纯正，没有丝毫虚伪。 那么这是方便里头，我们取西方净土方便里头第一条最基本的，我们也不能做到，念佛不能往生。我们还借助看第六段，明差清净方便。 二是普贤菩萨，佛告大众也，诸佛子，应知世界海，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。”青阳大师在注解里面。 跟我们说明清静方便的大意啊！前面我们曾经就修学弥陀净土的方便啊，说我们净中啊。 定点五个科目啊，第一个方便的就是净夜三福啊，其次六合金这一条不能疏忽。西方世界届时。 祝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！如果我们不善，怎么能往生？啊，念佛念的再好，我们的心不善，我们的行为不善，还是去不了。所以。 心行要善呐、啊，啊，要能跟一切众生呢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啊，这个是往生弥陀净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这个世间。 不能跟一切人事物相处，那就变成往生的障碍啊！因此，六合敬呢非常重要了啊！六合敬实实在在讲。 它的依据的原理、原则，就是普贤菩萨的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”啊，菩萨这两念就落实在六合经里头。我们要重视啊，啊，要学。 能跟一切人和睦相处，无论是善缘、恶缘、顺境、逆境，都是自己修行往生的正常缘。啊，道理要懂。 境界现前，要知道怎样去转啊。第三三学，界定会三学啊。第四是六波罗蜜啊，起心动念呢，要与三学相应。 处事待人，要不违背六波罗蜜啊。最后，我们也是归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，以此为方便啊，在具备。 性愿行这三个条件，这才能往上啊！啊，性愿行三资粮，是要建立在啊三福六合、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的基础上，这个人决定得胜。啊，这一生呢，决定不空过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想真正求得西方净土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做弥陀的弟子，啊，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此地讲的方便不能不具足啊，啊，少一条，往生就没有把握。 啊，这个五个科目门门俱足，我们往生有信心，有把握。清凉大师又说：“出世间上上进。”这里头啊，又有两种，一种是真机。 啊，真集我们可以讲，究竟圆满。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诸佛如来。啊，第二种呢？第二种是没有真正做到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本觉一下。 世尊在《人王经》里面有两句话讲的很好，啊，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，啊，这个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。经上说，善心摄身，诸果报啊，为福一人居净土。 这两句话了，就把处世间、上上尽呢这两种都说出来了。啊，佛是究竟圆满的真经。菩萨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他也是真经。 啊，那么在没有圆满这里面，又数有两种，一种是八地以上，啊不动地了，一向清净，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啊。 第二种呢是七地以下，不向八地一向亲近的啊？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七地菩萨还有退转，他一退呀就不进了啊，不退是进啊。 一退，那个劲就失掉了，它才往下退呀、啊。正因为是这个原因，佛才教给我们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西方净土。 纵然你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平往生，你都证得三不退。啊，这个经上讲的很好啊，元正三不退呀、啊。啊，那个元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西方净土就比华藏净土殊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 华藏净土七地以下还退，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，下下平往生，他都不退，成就容易啊。也正因为啊这个事实，所以文殊普贤。 才劝导华藏世界四十亿位发生大事。啊发愿念,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懂啊！啊，从这些地方。 这才真正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！不取西方净土，那从前李老师所讲的话了。这个人非愚即狂啊！他不是愚痴，一定就是狂妄啊！如果头脑清醒，思想是正常的。 哪有不求西方净土的道理啊？这不可能的啊！啊，日狂是众生的大烦恼啊！啊，我们自己有时候有，不能够觉察。 我出学佛的时候，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导我、劝勉我，我是半信半疑。啊，对金钟不反对，也赞叹，但是自己不肯学。啊，什么原因？那不就是欲求之狂啊！ 一直到自己讲华严，这才觉悟了，才知道自己真的是愚痴，真的是狂妄，啊，才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呀、啊，啊，死心塌地，一心修学。 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这一生要是遇不到华严，让我死心塌地修净土难呐，真的不容易啊,啊！虽然我们也讲过法华，学过楞严，学的。 不够彻底，对于经教里头真神意不能够理解在华严里面这搞清楚了，回头再看法华论。严，求愿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。 定了啊！花言里头，啊，法华里头有，早年大意没看没发现；楞严里头有，也没有发现。看、啊，诸位要知道啊，我楞严，我是学楞严的啊，楞严过去也讲过六七遍。 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啊！二十五圆通章，我也只看到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，没有看到大势至。粗心大意啊！怎么会发现大势至菩萨也是个特别法门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个要感谢印光大师。 啊，印光大师把这一张经文，这张经文不长，两百四十四个字，啊，他把这一段经文抽出来，附在净土五这个四经的后面，号称净土五经。啊，印光大师这个做法，我感到很惊讶。 啊，所以回过头来，把楞严经拿出来，细细的来观察，才发现了。啊，发现的是，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对调了。按顺序，啊，这个啊大势至菩萨在前面呢，弥勒菩萨在后面，因为他们是七大，啊，七大是。 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大势至菩萨是见大，弥勒菩萨是大、啊，顺序是这么排法的。结果楞严经上排法呢，他颠倒了，啊，因为他那两个人太接近了，换个位置不容易发现，不像观世音菩萨。 观世音菩萨是从前面掉到最后啊，这非常明显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很多细微的地方啊，我们年轻学教啊，都说好了。啊，老师讲经也没有特别说明。 啊，我们这个听众啊，粗心大意啊，那么这种情形，我相信，许许多多年轻人学教，很容易犯这个过失啊。啊，如果不是在经教上。 常年学习，过错总是不明，而自以为是，啊，这个是最大的毛病，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啊。 啊、还以为自己学的不错啊，啊，也以为自己讲的不错啊,啊，最精彩的地方、最重要的地方是活了，啊、就成什么话呢？啊、所以事出是法，干哪一桩事都不容易。 啊，这个是我们几十年亲身经历的，啊，总算啊，啊因缘殊胜，啊，知道回头啊，回头是岸呐。那么就本宗。 啊，华严教义来看，啊，华严经上讲，摄性菩萨就有净土，啊，跟一般大臣讲的不一样。何以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呢？往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，啊，是在讲呢，这个里头。 佛也常讲：“心静则佛土净呐。”实心里的粗性味啊，啊粗心味何以有净土呢？他心清净这个道理讲的圆满。 心静则国土静。修静中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心呐、啊。啊，在哪里修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在六根借出六尘之处修。 界定慧三学啊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事法佛法，头一条要守规矩啊，啊，守规矩就是持戒啊，要守法。 受法就是持戒啊，决定不犯规，决定不犯法啊。这个规矩，这个法律啊，是有问题的啊，对我们修行是有障碍的。要不要守呢？要守。佛法在世间。 破坏世界法，这个地区如果是有法令禁止佛法弘传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绝对不能够弘传佛法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偷偷的还来弘扬佛法的话，你破坏了规矩啊！ 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！这个事大了啊！现在他有这个法律，呃，不准红，也许过几年他就改正了，他就修订了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有耐心啊！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，不做。 违规的事情啊，又何况今天世界这个交通方便啊，是个开通的世界。这个地区禁止，那个地区不禁止啊。我们到不禁止的地方去弘法，哎、啊，到欢迎佛法的地方就去弘法，这样就对。 祝福如来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，佛法就里面不是常讲吗？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什么叫无缘呢？他不接受，这就是无缘啊。这个地区不接受，这个地区现在没有缘啊。那个地区接受，哎，那个地区的缘成熟了。 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你违法、犯规、破坏佛教形象，啊，这就错了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在那弘扬佛法你有功啊，没有功，你把佛教形象破坏。啊，佛法的形，这个形象是净虚空变法界。 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遵循的，怎么可以违反呢？啊，佛法是好事情，大好事情，我们是知道，是处是件第一等好事，但是人家不要，我们不能勉强去送啊，不可以呀、啊。啊，等到他什么时候觉悟了，啊、欢欢喜喜来求了。 啊，我们再恭恭敬敬送过去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，啊，就是偷偷犯规都不可以。啊、除非有特别因缘。啊，那个特别因缘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不懂啊。啊，像永明延寿大师，那是特别因缘。 啊，他犯法，啊，他偷盗过库里面的钱财，啊，去放生，啊、他是阿弥陀佛带来的呀、啊，啊，他用这个方法，目的在哪里？目的渡过往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，哦。 这才晓得啊。啊，他那是手段呢，啊,啊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讲高度的艺术啊，我们凡夫没有智慧做不到。啊，他偷到过库的钱，常常偷过，啊，以后被人发现啊，当然有一些。 祭妒障碍的人，把这个事情揭穿，啊，告到政府，政府来一查，他是学佛的老实人，实话实说，全招出来了。啊，偷盗这些钱干什么用呢？放生了，没有自己用，啊，没有做自立的事情，放生了、啊。当时人说他，哎。 尉迟糊涂，怎么干这个事情呢、啊？把这个事情报告到国王那里。那国王说是，那还是按照法律来处分。啊，但是，啊，国王呢，就想到那个法律处分是砍头啊，杀头的啊，啊，绑到刑场。国王告诉。 执法的人，哎、啊，看他什么？看他害不害怕？啊，如果他的表情恐惧、害怕，就杀掉算了。如果他不害怕，啊，一点畏惧都没有，把这个人带回来，带到我面前来，他要看他。啊，那么这个。 永明大师被绑到法场杀头，一点恐惧都没有。啊，那个执法的人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害怕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我以一条命救千千万万的这个生命，我值得了。”啊，所以欢喜接受国家的这个惩罚。 我救了好多好多的生命，啊！执法的人把这个事情向国王报告，国王召见，啊，赦免他的罪了。啊，问他你想做什么？他他想出家，国王成就他，做他的护法，啊，那个就是。 特别姻缘，那是特别的智慧，特别的手段，我们不能学啊,啊！要懂这个道理，我们一定要守法，一定要守规矩。 啊，决定不能够做犯法违规的事情。啊，这样子我们心所以心安理得了，心安，心就清净了。啊，清净心就住净土。 所以，净土最重要的因素，心清净，身清净。啊，身心清净，我们境界就清净。嗯、这是我们在讲习里面、嗯嗯、常常勉励同学们。 所以华严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教育啊，在这个课程里面讲，粗性味的菩萨就有他的净土啊，净方便就是静音呐、啊。 啊，所以底下说的、啊“久近善有”，啊，得生有善有的福差。啊，那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 那不就是有善有的福差吗？而且是上善呢，不是普通的善的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亲近善知识，要常常接受善知识的熏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要懂得远离恶知识。 啊，什么是我执身呢？对于我的善心善行没有帮助的，我通通远离；啊，对于我的善心善行有帮助的，我要尽量的去亲近。啊，实在找不到善友。 经书是善友啊，佛像是善友啊。我供养佛像，天天看佛像，天天跟佛像在一起，天天读经书啊，诚心诚意的去读，读久了，意思自然明了了。 古人常讲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这很有道理呀、啊！啊，人一定要懂得亲近善知识。啊，我们的善心、善愿、善行，才能保得住啊。 啊，才能够不会被世云。染污。啊，清凉在此地又告诉我们，前面讲庄严，啊，差庄严。 那都从古上讲的，这一大段呢，要讲清净。啊，讲清净呢，都从因上讲的。啊，佛说法总是先说果，后说因。啊，让你看到果啊，你才会发心呢，去修因。 那么前面呢，多半是这个意思，在劝勉我们修善啊；而这一段呢，是劝勉我们端午啊。他注子里头也有个比喻，比喻说的好。 啊，他说：“对于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呢，啊，前面所讲的呢，啊，此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譬如喜剃，啊，前面所讲的呢，好比是这个这个呃装饰，啊，当然先要把它打扫干净，然后才能够装饰啊。” 啊，意思讲得很圆满。这个清净方便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啊，下面呢，请看经文。啊，经文也有十句。啊，我们看长行第一句：所谓诸菩萨清净一切善知识，同善根故。 这一句话了，非常重要。佛说：“阿难，问是否吉凶经。”第一句就是给我们讲，要依靠。 善知识，说从名师受教啊，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啊。跟到一个好老师，你就会有成就啊。你跟一个不是真正善知识，那你要受很多辛苦。 你这一生很难成就啊，尤其是第一个老师，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，以后你接触别人，你都会拿这个老师来做标准，啊，做一个车马子去量别人。 这个麻烦呢。第一个老师是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亲近的老师太多了，太杂了，肯定是不容易成就。 为什么呢？你的思想思路乱掉了。古人求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啊，古人讲的思成。啊，他跟一个老师，啊，他跟老师的思想是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、一条路，容易走出来呀、啊。 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两个老师就是两条路啊；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啊；四个老师就是十字街头啊。你往哪里走啊？啊，老师越多啊，就越糟糕啊。 只能有一个啊，不能有两个啊！啊，那么诸位要问了：那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怎么个学法呢？那一个老师怎么学法呢？没错，这一个老师呢，你毕业了，你才能够搞法门无量誓愿学。 啊，你跟定这个老师，那个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禅宗里面讲“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”，是这个标准啊。你可以离开老师，可以去参学了，啊，没有障碍了。五十三参就是这样的呀、啊。 善财童子跟的老师一个人呢，文殊菩萨了啊，在文殊这一会上，他开悟了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名也破一平了，这毕业了啊，毕业出去参学去啊，五十三参呐。 法门无量十愿学，他有条件了，有资格了啊！我们现在不行啊，我们现在听一个人的，就会受他影响，自己没有智慧。 把自己的心搞乱了，得不到清净心了清净心能开悟啊！啊，你学的太多太杂，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佛学常识。学到最后，这是世间的佛学家。啊，你成就的是什么呢？是之便从。 记问之学，啊，你会讲的头头是道，你的烦恼不断，你的习气不断，啊，你贪嗔痴慢不断，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么个道理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所以。 一定要亲近呢，一个善知识啊，在一个善知识里头得清净心啊，得平等心，你得到了如果得不到清净平等，你就没有资格出师啊。中国古时候讲出师。 现在人讲毕业，你就毕不了业啊！所以你跟定一个好老师，老师有责任、有义务指导你、帮助你，成就你戒定慧三学啊！啊，那个戒就是什么规矩、方法。 老师有一套方法，有一套规矩，你必须要遵守。啊，你从遵守，你的心慢慢定下来了，静下来了。啊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开了。啊，到智慧开了，老师自然就打发你，啊，劝你去参学。参学是成就后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啊。 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，你看看，所谓诸菩萨，不是普通人呐，啊,啊，这都是已经毕业了，啊，在自己老师那个地方修学都完成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之后怎么样呢？亲近一切善知识，啊，那不就是五十三餐了吗？善财。 从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毕业出来参学，他是菩萨了，他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啊，他是什么菩萨呢？原叫初住菩萨，啊，你看看他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，啊，《四世华严》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。 他要不到初住的程度，他就见不到初住菩萨，他也没有办法向初住菩萨学习。啊，他参访哪一位，他的程度啊已经到达跟善有相等了。啊，就跟我们世间读书是一个道理啊。 啊，你是小学生，你亲近的小学老师；你是中学生，一定亲近中学老师；你是大学生，大学程度，你一定亲近的是大学教授。啊，菩萨参学一复如是，啊，你看他参访那个善知识是什么等级的菩萨？ 他的水平就达到这个等级啊！他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等觉，一生成就啊！从凡夫地啊，证到如来究竟的果位。 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呢？啊,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善知识来做依靠呢、啊？这一桩事情，古人讲的好啊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你到哪去找去啊，偶然之间遇到了。 遇到是有因缘的，不是没有因缘。过去生中的缘呢，善根福德因缘啊，我们才遇到啊。啊，遇到之后啊，你要具备好学生的态度。 啊，那么讲到好学生，《弟子规》就重要了。啊，这个课程在古代是教同盟的、启蒙的。啊，大多数是教什么年龄呢？五六岁的，还没有正式上学。啊，五六岁。 正式入学前一年一两年,年，学这个课程了、啊。这个课程，父母教，兄长教，啊，哥哥教弟弟。 在家做好儿女啊，是父母的好儿女啊！啊，在学好学生呐、啊，啊，老师的好学生呐、啊。好儿女的标准，好学生的标准，就在《弟子规》。 你然后亲近好老师啊，老师看到你确确实实具备做学生的条件，他会全心全力帮助你啊。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，老师想帮助你帮不上啊，不是不慈悲呀、啊，不是不肯帮助，帮不上忙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好弟子，好学生，《弟子规》里面列的这些条文很多，但是归纳起来，总不外乎“沉静这两个字啊，沉静。 表现在生活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《第四规》啊。所以印度讲啊，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了；十分沉静，得十分利益。啊，沉静这两个字，从初学一直到成佛。 都不能离开呀！啊，成佛之后，诸佛菩萨还是以沉静的心行度化一切众生所以，沉静是永恒的，无始无终啊，它不是阶段性 真诚恭敬啊！那么这个地方，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菩萨出来参学了都是具足十分沉敬啊！现在亲近一切善知识，与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。 具体的说明，就是《华严经》最后的一品“入法界品”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餐表演给我们看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啊。 那么，也许有人要问：善财运气不错啊，啊，遇到的老师是文殊菩萨，啊，参访的是善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、啊，所以他一生成就啊。我们没有这么好运呐、啊。其实，啊，我们错了。 我们是自以为运气不好，自以为没有遇到善知识，而不知道五十三参他是表法的，啊，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表示社会上五十三种不同行业的人。 既然无时三餐、无时三味、三善知识都是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，我们心里明白。除了我之外，我从早到晚遇到所有一切的人，都是诸佛菩萨为我实现的。善财运气好，我也不赖、啊。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静随心转，看你自己是什么心。你自己用的是真诚心，所有一切，这个这个这个呃，人无，无一不是佛菩萨实现的啊！所以我告诉同学们呐、啊。 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呐，人人是好人呐、啊，事事是好事、啊，你能懂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你要跟善财同样境界，你会承认我这个话？你听到我讲，的，你会点头？啊，人人都是佛菩萨了，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佛。 菩萨眼目当中看一切众生是菩萨，凡人眼睛里面看佛菩萨也是凡人，啊，境界是梦幻泡影呐、啊，啊，怎么个变法呢？从心想生，啊，我一识所变，这不是讲的这么清楚，讲的这么明白。 啊，所以你真的搞通了、搞明白了，佛菩萨都在我们眼前，都在我们四周，从来没有设立过我们。啊，你能够长随佛学，你肯定这一生真的圆满无上菩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